感觉我的攻击速度变慢。好像有一个副本115等是在这里面，进去看一下。他直接被打死，我的佣兵直接被打死。我也死了，瞬间呢，我瞬间直接被干掉。我就继续堆四堆上去。其实那种超绝的攻击力是可以的，可以撑过去。哎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瞬间被打到，我来看一下，这边是命运文库，有地方可以进去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找。啊！挂掉了。Very good， 再来。学这个技能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，15秒放一次晕眩空袭，好，就当作是 buff 一下就好了，这样也好。请给我入口。我看一下他那个入口在哪里。我发现第二章节有个地方也有。
它叫做 Tale of the Dead Level 3。啊，这是哪里？啊，死亡之殿啊，死亡之殿第三层啊，到时候我去一下看看。然后呢，命运图书馆，我记得这边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把所有怪都打完，看他们出不出来。话说我总算120分。哎呦我的天哪、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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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撑住撑住打啊！死掉了。每次我叫他撑住，然后他都没有撑住。你们到底能不能支撑一下啊？我的野蛮人支撑不了啊！就跟你说不要打无双，你打无双就被打死。好，我决定了，先不要用传送杖，等下用一用被打死了。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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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他又给无敌了。我说啊，为什么你们都那么喜欢无敌呢？啊，行行行，引过来引过来，把他们引过来。我上次有稍微看一下别人怎么打。喂，哪有这样的啦？瞬间直接领便当欸。再次再次，我就不信不行。Yes！ 好啦，打赢了。然后呢？有掉什么吗？什么都没掉。再来再来啊！看到了，虚荣大教堂，他好像有限时间。这次我要叫炮灰团，真的被围殴直接那个十二分之一的机会，好吧，十二分之一的机会，我试试看，安安的 ，Hello。我想要去那个虚荣大教堂，看他有什么东西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打完了打完了，全部打完了。哎，我来看一下哈。哦，我靠！呀呀呀！这个虚荣大教堂，我看一下有什么要注意的好了。它这是Veil 的 Prophet， 看一下哦。堕落的天使正处于等待状态，并被水晶球掩盖。啊，它限定30秒哦。摧毁他们接触的任何东西，
撤回水晶头，水晶球啊！好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吹，他说摧毁水晶球，反正只有限定30秒，一次一定要成功。那我水要买满。Hail to you, champion. Hail to you, champion.然后还有这个，我现在发现背包我这边有个罪恶钥匙，到时候我要去迪亚波罗那边开一下。泰瑞尔，我在想说啊，六那个三代有你的剧情啊，四代还五代啊，会不会以后你变成可操控角色？我蛮期待使用你的，身为一个大天使，能力你很厉害。好，准备进去。14位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不要！刚进去就领便当？不会吧？刚进去直接领便当，20秒钟啊，20秒没有了，可恶、啊！我要去别的地方。哎呀，不是，看错了。那荧光之塔第一层，荧光你个大头，死掉了怎么去？啊，去那个迪亚波罗那边。不对哦，真没事找事做。怎么想也知道打不赢我啊！现在我说不定都可以单挑迪亚波罗。我说真的、欸。而且我现在120等，可以挑巴尔。不过呢，我还是要先开个门，预备一下。刷无双啦！哦，又是你！又是那个火焰球。原来是那个哦，刚刚一击必杀，原来是不能碰那些光束，所以我要先把那些人打倒，然后打倒之后呢，再去打那个光束塔。原来跟那个光束塔是一样的，或者是说我们跟光束塔一样，不能去打冰，我要绕路去打那个塔，把水晶塔给解决掉，好吧。我下次知道怎么做了，感谢建议啊！说真的 ，Google 翻译有时候还是会翻错啊。啊，好，开那个罪恶钥匙吗？来吧。不要跟我说有限时间哦，限时间。啊 ，very good， 这完全没有限时间。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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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差一点！啊，来看一下，这个地图怎么这么大、啊？不过不用担心，我这个攻击还蛮强的啦，遇到什么也不用害怕，没限时间可以好好打了。好啦，这个副本打什么的嘞？哎、欸，或许我应该复活我的佣兵才对。这边看起来没有很厉害，我才刚讲说这边看起来没有很厉害。他马上就死掉了。
Readings. Readings. 太好，钱马上就没有。我不管，我还是要护我佣兵。朗朗。根本短腿王，我发现已经不是阿姆罗短腿王，我们野蛮人也根本就短腿，跑得超慢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佣兵又不见了。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我要活下去，我要活下去。好吧，这些地方真的有点困难点。这115等的护本呢？啊！啊不哦，又是你。又是他在吐火球，在哪里？有胆给我出来！哦呦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被打好像不会很痛哎。开玩笑，我被打一下快半条血，不要去碰他，不要去碰他。你看，你们看看，我的佣兵完全有先见之明，他知道这边很危险，一开始就跑掉。一开始就给我绕跑了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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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剩那么一点点血。破！还是撑不住了。我发现旁边的场景一大堆都尸体，有叫佣兵跟没叫佣兵都一样，没叫居然叫佣兵起来。他还是被打死，他不叫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躲在远远的地方。结果到头来还是我们自己一个人，狼姿态。哎呦！我这时候我在这边，哦，一点都不安全。喂，这位太扯了，等一下哦。啊 ，OK OK。做阿龙魔安全，那也是安呢。
再次。撑住了，安安烈士的魔殿 ，Very good 的魔殿，好玩哦！玩原版之后，你再来玩这个会有不同凡响感觉。原版不错啊，所以我都建议说原版玩完再来玩魔殿，很棒、啊，说是蛮好玩的，因为它实际上等于是不同游戏啊。免费第一游戏，没办法哦。王的 buff 会让周围怪无敌，要把小怪引离王周围。好，知道了，感谢建议。感谢你的良心建议，不过我领便当了，我来这边回一下，来回了个 yes， 那这样佣兵也没有用。哟转换一下熊姿态好了，一直被都被那个瞬间被秒杀，攻击再怎么强，打不到敌人也没有用。哦，这招超麻烦的，超麻烦的。以前我记得我在玩那个圣骑士，他那招轰下去一击必杀，超可怕的。啊，赞！换这边存一下。果然熊姿态真的是蛮适合拓荒啊。又是你，我发现他是不是无敌啊？打不到欸。阿兹莫丹罪恶之王，来，来吧。不用担心，硬筋硬筋。
他根本 Diablo 吧，他根本 Diablo 吧。啊，撑住撑住啊！五分之一，啊没有六分之一而已。我说啊，那个不是巴尔吗？看起来超像的。他变 Diablo 小弟吗？再来，熊姿态真的好用。可能那个小怪引到王离开王身边，可是他们都无敌耶，就算引了他应该也是瞬间移动吧。哦，刚刚明明就很 OK 了，怎么突然变这样？那我直接硬干，我直接硬干。也只有硬上，而小怪会瞬间移动回来，就算引开了，也只是让我打几秒钟而已，还不如就直接堆四堆上去，不限时间啊，不限时间的护本我都觉得很喜欢。我丢，堆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怪物爬掉，怪物爬掉，怪物爬掉。阿兹莫丹，罪恶之王，我知道恐惧之王啊，我知道那个破坏之王啊，还有那个是什么？毁灭之王。我罪恶之王我倒是没听过哎、欸。再来。我们一定可以成功 ！Come on, baby！ 破！哦，大火球，大火球！我决定先换成这个好了，熊姿态。还是死嘛，有啦，三分之一了。那是因为在第三才会看到吧？好像之前你也是说吼，那个死亡之殿不是，就古墓啊，拉塔下的墓里面有一个人嘛，有一个 NPC， 他也是在第三才出现的。好像有听你们讲过，所以魔殿他算是把一些D3的比较 OK 的地方，然后放过来。再来再来再来！我就知道那颗球，那颗球，那颗球，超讨厌的那颗球。
我是有看到那个小怪一个一个被领便当了。我发觉我的伤害主要就是那几颗球，一直绕来绕去。呀！而且他唱看起来就像是吃太多的巴尔，看起来超像的。巴尔吃太肥了，然后变那样，根本就是如此。再来。话说刚刚从这边就可以直接穿过来，我在这干什么？我在特地绕一大堆。哦！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无限复活。当你都知道你打的敌人会一直复活。那你会不会觉得绝望？我觉得不管任何 RPG 啊，怪物都真的是蛮可怜的，要打会一直复活，一直流血直叫。啊，没有血，没有血。都是被龙岩球搞死，那超痛的，一发下去，然后就直接半血。重点还不是他打的，是旁边的小兵打的，小兵还比他厉害。可想而知，这个 boss 当得还真窝囊啊！小兵打的伤害都比你高，你该怎么办？这是我要叫那个，走嘞，小的们上哦！瞬间被干掉，瞬间被干掉。瞬杀欸，干脆我像那个人家那个 YouTube 上面那些好了，好像很多他们都是用召唤系的，野蛮人都用召唤系的。重点是那些那些小怪啊，那些小怪很麻烦，说他会隐身，对，无敌超麻烦的。可是好像一定的时间之后，他们就会趴掉了。应该说，我有看到那黑色的黑色这个怪物啊，他被火球干掉。我先把他引过来哦。啊，不是不是。超痛的，超痛的！来来来，小怪们过来！绕路，血量就剩下这么一点点。哇，他本身打个人就不痛，一下才1000多2000，反而是旁边的怪物太强。王的能力只有丢炮。这根本就像指挥官啊。本身没什么能力，都丢给部下。啊！尤其现在他龟在角落，龟在角落，我完全不能放风筝。我只能选择逃跑。
好，狼姿态，跟他拼了！看是他血多，还是我复活的数次数多？啊！倒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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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啊！再来！老狼辛苦你了，一直陪我。给他洗澡啊！下石头澡给他。哦，有本事过来单啊！对啊，黑色怪物死掉了。可是他死掉的时候喷出一大堆三角形的东西，完全不知道那个有什么用啊！OK， 稳了稳了稳了。对，过来，小兵都给我过来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对，来这里，然后我来打他。怎么这边躲这么多？隐身真的很超高哎。就快了，就快了，就快了！他飙龟角落真的很会稳，真的会稳下去。哎，按键伤人啊！就在他前面放那个火球，龙岩。我先买补，我先买补。Hello, greetings. 身为一个类似 RPG 的主角，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一直复活。不过，既然我拯救你们这些 NPC 卖我东西，竟然还要收钱，照理来说不是该贡献一下给我？现在想想，那些 RPG 也是啊，都一直赚那个勇者的钱。个人就是为了促进经济而搞出来的东西吧。哇！直接在他放前面放龙岩球。哦，每次都让一位勇者打败魔王之后是用封印的，然后等待下个勇者再出来。然后等魔王再出来的时候，所有商人跟国家再断一笔。我倒觉得是这样耶，超像的。拯救你们、拯救国家的那个勇者，竟然还要收钱。这次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！啊！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好，哦，太好了，有点远哦。可恶啊！再来绕路，哦！现在没人能保护你了，哈哈哈哈，来不及啦！赞！啊，小怪还在，小怪还在。好，先赶回去一下。啊，那些这个地图啊，其他的就没有了吧？其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。我看一下哦。哇，元素抗性加31%，最大元素抗性加2%，减5%所有商人价格，这个还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萨卡兰姆，我有打到，上次我有打死吗？
话说我元素抗性都爆表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盾牌也不太那么重要，唯一的就是那个野蛮人技能。那元素抗性的盾牌可以放弃魔物寻宝玉呀哈，抗火应该也可以了，可是它有加 40% 攻击速度，攻击 8% 然后24等级火焰，而且重点是说它还有加200多火焰伤害，看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放弃它。最重点是这个四属性直接加这么多，额外力量伤害加成71%。